记者刘婉君台南报道。在金融界服务的陈亮元，从小就喜欢用画笔记录生活点滴，现在他用绘画留下生命感动的瞬间，用作品传达生活中的情感与温度。陈亮元喜爱绘画与摄影，常透过镜头寻找作画灵感，尤其对庙宇及老屋特别有感情，描绘景物时写实，写意兼具，加上自身的感动及天马行空的想象一同呈现，画作结美亮丽，色泽雅致，有种惊世之美，浪漫中又有叙述性的铺陈。他的作品曾获得多项比赛肯定，包括全国油画展铜牌、台独美展第三名、台南美展优选、台湾国际艺术协会美展优选及多项佳作等。陈亮元喜欢尝试不同风格的创作，此次展出的《迎春描绘台南市神农街》，穿越古今以后必经寥老街为背景，拯救希望唤醒世人对环境污染应有的警示，透过不同的媒材形式呈现出艺术风貌的感性与多元。即日起至9月2日，在台南生活美学馆第一展览室展出。